各位同学，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跟小光老师学英文的第十二堂课，副词的定义、分类跟说明。什么是副词呢？副词是可以用来修饰句中的动词、形容词、名词、副词、子句、片语以及全句，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副词可以使用非常的广泛，它可以修饰这么多的词类以及句子。那副词在运用的时候，基本上它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副词另外有一些分类，它包括第一个一般副词，第二个疑问副词，第三个频率副词，第四个时间副词。这些副词在使用的时候都有一些它摆设的位置，还有它的用法以及它的单字，我们在以下的课程会详细的解说。好，请大家往下看下去。副词的定义、分类与说明。副词的定义：副词可修饰动词，比如说 ，We work hard. He speaks faster. 我们努力工作，他说得很快。努力修饰工作这个动词。他说得很快，快修饰说这个动词。比如说形容词 ,The woman is very pretty. Very 这个副词可以修饰 pretty 这个形容词。副词也可以修饰副词，比如说 ,We work very hard. 我们工作很努力。Very 是副词，修饰 hard 这个副词。副词也可以修饰名词，比如说 ,even you can do so, 甚至你也可以做到。even, 甚至副词修饰 you, 你这个名词。副词也可以修饰全句，比如说 ,we will win again, finally,我们最后赢得了这个比赛 ,finally, 最后修饰我们赢得了比赛这句话。副词的分类跟规则，副词可以分为五大类，它的摆设位置如下说明。第一种是一般副词，通常会摆在句首、句尾或本动词的前面。例如 ,actually,事实上 ,finally, 最后 ,precisely, 确实。加上 ly 的字尾通常都是副词，各位同学要非常的清楚。比如说 ,finally, we win, 最后我们赢了，摆在句首。We finally win, 我们最后赢了。摆在动词的前面。We win finally. 我们赢了，最后摆在句尾。第二种副词是频率副词，通常会摆在主词跟动词之间。频率副词包括 0, never, 从不。10% 到 30% rarely 稀少 30% 到 50% seldom 很少 50% 到 65% sometimes 有时 65% 到 80% often 经常 80% 到 90% usually 常常90% 到 100% always 时常，这些就是频率副词。我们通常会把频率副词摆在主词跟动词之间，比如说 I always 或是 usually 或是 sometimes 或是 never studied English， 我时常念英文，
摆在主词动词之间。I always study English. 我常常念英文，摆在主词动词之间。I usually study English. 摆在主词动词之间。我有时念英文。I sometimes study English. 我从不念英文。I never studied English. 这是频率副词。疑问副词，疑问副词通常摆在句首，表示疑问句型。比如说，你何时来？你何时来？何时 ？When？ When will you come？ 你去哪里？去哪里？哪里 ？Where？Where will you go? 你要什么？什么 ？What? What do you want? 你为何生气？为何 ？Why? Why are you angry? 你会娶谁？谁 ？Who? Who will you marry? 频率副词。我们再复习一下，何时 ？When？ 哪里 ？Where？ 什么 ？What？ 为何 ？Why？ 是谁 ？Who？When？Where？What？Why？Who？ 通常会摆在句首，表示疑问句型。转折副词。转折副词通常置于两个完整句型之间，但是它的句意有起承转合的意思。转折副词包括其 ,however, 无论如何 ,otherwise, 此外曾 ,thus, 因之 ,therefore, 因此转 ,additionally, 附加的Consequently, 不断的和 eventually, 最后的 consequently, 必然的。例如约翰努力念英文，最后他英文讲得很流利，我们会把最后摆在两者之间。两个完整句型，第一句 John studied English hard,Consequently, he speaks English fluently. 这是转折副词。有哪些转折副词？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详细的说明跟介绍。最后是时间副词。时间副词必须要和时态搭配。时间副词包含星期一到星期天。星期一Monday, 星期二 Tu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四 Thursday, 星期五 Friday, 星期六 Saturday, 星期天 Sunday。 时间副词包含一月到十二月，一月January, 二月 February, 三月 March, 四月 April, 五月 May, 六月 June, 七月 July, 八月 August, 九月 September, 十月 October, 十一月November, 12月 December。 时间副词还包含了早上、下午、傍晚、正午、晚上等，在这边大家要特别小心它们的介系词。早上、下午、傍晚我们要用 in， 正午跟晚上要用 at 这个介系词。好，我们看一下早上
In the morning, 下午。In the afternoon, 傍晚。In the evening, 正午。At noon, 晚上。At night. 时间副词还包含今天、明天、昨天、前天、后天。这些时间副词要特别注意，前面不加介系词。今天 today， 昨天 tomorrow， 昨天 yesterday， 前天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时间副词也包含几天前或是几天后。几天前，比如说两天前， 2 days ago， 几天后，比如说两天后， 2 days from now， 这是时间副词，它必须要和时态进行一个搭配。好，我们再做一个时间副词的总复习。时间副词摆在句首或是句尾，它包含礼拜一到礼拜天，一月到十二月，早上、下午、傍晚、正午、晚上，今天、明天、昨天、前天、后天，几天前、几天后，这些时间副词必须要和时态进行非常紧密正确的搭配，这在以后的文法时态我会详细的说明。